事如意。接下来我要请出我的好搭档，也是今天晚上非常帅气的男主持人李白先生，有请。接下来将由我俩共同完成这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家和万事兴》送给你们。家和万事兴，祝愿在场的每位朋友在今后的每一天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和万事兴。老祖宗留下一句话，大家跟着一起拍手好吗？哎，你好。是柴火焰高，时时保持你。